我们来看一下本文里面呢所提到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文中里面呢有提到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是佛跟释迦佛跟弥勒佛的对话他说了什么呢？他说呢，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就是不管所谓的这个十方法界的这个国度，还有我们现在金刚的须弥山须弥山王，大小诸山大小诸山，一切同色代表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都是相同的。所以譬如劫，这个劫，这个水劫譬如水劫这个譬如水劫弥满世界弥满这个三千大千个世界所以呢，其中其中这个万物，其中万物。其中万物沉默不现，有没有？这个黄养浩瀚，唯见大水只有在西方极乐世界才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华藏世界你还是要进入到一圣所以华藏世界虽然没有这个，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呢，因为这个十法界对我们现在我们这一世我们要完全清楚的话，这个银河系里面的一千个就等于这个小千世界，那一千个这个小千世界等于中千世界，那这个中千世界就等于一个大千世界。所以这个水劫这个水劫、火劫、风劫，就是说代表呢这个三界都是不安住的所以我们假设一心一意，我们会懂得呢透过一句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呢是一个男性之法所以我们从无量寿经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老家就是说最不可思议的，从这个世尊的口中已经告诉我们，真的有成就的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从来没有娑婆世界来这个是娑婆世界教主，也就是我们的导师本师释迦牟尼佛发了这么大的愿力来到娑婆世界。所以我们昨天在读地藏经的时候，起心动念造业造罪好，所以我们今日再一次的透过无量寿经在加强，所以我们一定要听经闻法，因为这个经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对不对？每个经络我们都走过了神经骨髓窍，整个立腺体 ATP 的发电，我们要懂，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呢，让我们的灵性自由自在了所以我们了解到呢，人都是在这一口气上不来之后，看好像是肉体结束，对不对？可是灵性不会灭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从这个南山律在家备览当中，让我们更深入的来学习大家有看到这个金刚经的白法，这个白法里面都是分为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这个身这个所以是不是色受想行色受想行识这个就是我们大脑里面的称法不一样，我们就叫做什么五官五官，对不对这个五官在心理学里面我们了解到，它这个视丘里面是代表我们一旦成为一个罕见疾病的其中的一个植物人渐冻人，是不是在这个视丘？那我们现在从人体大藏经更深入了解，从明了论，过去你死亡的那一刻，那现在又重新来低头意识，对不对？你过去跟你相处的是你眼根看到的渐分细胞膜外面的鞭毛嘛，相分，这个是看到的叫见分，再来呢相分，对不对？再来呢所谓的这个尘沙惑当中的这个思维方面的所以这个尘沙惑，再来就是所谓的这个无明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自证分还有正自证分你认为过去你所学的，所以你看很多小朋友他过去生他就是学这个小提琴，你看他这次来是小提琴，可是还在轮回，没有当人的时候当猫，也是当拉小提琴，有没有这个都是我们在三界里面，刚刚佛经里面说的，你遇到这个水劫，你看亚特兰提斯以前也是在海上，你刚刚看到西明山现在是以前是在那个水中的，现在是最高的西明山所以什么时候它会再进入到海洋呢？就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泛滥，淫乱的泛滥贪就会水灾，贪什么？贪淫乱淫就是财色所以这方面我们要更清楚
啊，所以为什么说以上这些水劫啦、火劫啦、风劫嘛，你要跳脱这三界，唯一就是要先进入到我们的已经成就的导师所推荐的阿弥陀佛的国度啊，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父亲啊，我们的灵性不生不灭的地方啊，所以呢一定要鼓励，刚好今日是我们的佛恩、父母恩、众生恩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来报答我们的佛恩啊，我们有肉体就是我们这一世的父母嘛，对不对？那这一世的父母就是你过去你在修行当中跟谁比较好啊，跟谁比较不好，那印象很深的哦，你死了之后他们就来投胎当你的家人，你跟他很好就是报恩，你跟他不好就是抱怨啊，所以你在一个佛寺你就看那一个跟那个人好，那个人跟那个不好啊，来的时候就是一家人啊，这就是因为都不明理，所以这一世呢你看到你自己的父母亲，我们谢谢他给我们肉体啊，但是我们要非常感恩的就是佛给我们重新架构的生命，所以我们要一份感恩的心，所以我们感恩他就是我们要先回到他所告知我们的可以跳脱三界的哪里，西方极乐世界的安乐国，所以我们依教奉行，依照着他的指示，我们才不会在此地又受苦受难啊！尤其你要饱受这个战争的苦啊，饱受这些灾难来的时候地震啊，这些我们都在地震带，我们都是在这个欧亚板块、菲律宾板块这个造山的这个山脉，一直地壳在变动啊，所以你要真正呢利益完全清净，不再恐惧害怕。啊，无明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心王，这要知道。那这不相应当中有二十几个，那这个设法里面有十一个，所以以上这些都是从这个更深入的人体大藏经，其实你深入为识就听得到、看得到了。啊，所以我们南山律在家贝兰，我们就是针对今天的设法十一个，就在讲现在的这个科学里面说的可见光3%至5%喽，要5%是不可能的，不可见的光是23%、24%、25%，就是每一个科学所立下来的文字大概有相差1%至2%至3%，再来暗物质就是75%、77%啊。这些都是叫做暗物质了，好，所以我们将这个医学啊，我们用人体大藏经科学，我们现在透过呢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再来我们透过运动学啊、哲学，还有我们的心理学，还有世间，这些都是共巧名、一方名，还有语名，因为所有的话语都要讲，所以这个等流的这个流动的这个法界当中，你要真正的进入到一句阿弥陀佛才能够圆满般若智慧，假设你里面都还有一些情绪不稳定的，他就会过来了，比如说我们要专注啊，你不专注人家都已经在顶礼了啊，你在要死不活的，对不对？那就是你的大脑皮质就掉，就开始活在边缘系统哺乳类了。再来呢，我们明明在讲无量寿经，你说阿弥陀经啊，那你们就要赶快提起正念啊，这个都是什么活在上一秒的什么见分，所以存留在你的相分里面啊，你还找那个相，那个不快乐的相啊。那师长告诉我们的时候，哎，我们就提起正念，是就是这样子。提起正念很简单，我们的颞叶区、阴平、乙元区、颞叶的，哎，阴跟乙元就从口中，所以我们大声，还有呢，字正腔圆啊，这样子我们就进入到我们当下的什么。一句阿弥陀佛变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啊，所以这都是我们的基因的作用，我们每一个当下你都要用自然数当中去运行哦啊，所以一定要了解到1等 MC 的平方啊，代表就是说只有你活在当下，你所有的都是加倍过来的，你不活在当下，你活在上一秒，你的等流种子就是恐惧害怕淫乱，你的淫你介绍什么就是跟男女有相关，不是自杀就是什么意外死亡啊，就是这个能量。那你调整了嘛？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一餐吃饭吃饱了，我的心灵饱了，我下一餐再饿的时候，我一样提起正念，我就这样操练操练操练到可以日中一食了。到后来呢，快结束生命的时候，它就大小便排，你也不饿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活在一个诸恶莫受，众善奉行，致敬其一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地藏经啊，从地水火风到后来呢，从可见的痛苦
身体到后来呢不可见的，只是内在精神，到后来了解到连这个精神的物质当中也都是一个妄想，所以这是梦中梦了。那就是明白之后我们就不会狂乱的啊。所以以上我们感恩也透过呢无量寿经更让我们清楚真正的无量的生命啊，就是灵性不会生病啊，不会死亡了。那我们最后这一世而已，所以要上品莲花就一定要虚法自若，就是说你自己会知道世间都是梦中梦的，所以你不会执着到贪嗔痴慢疑啊，这个五毒一定会没有的，你就会处理这个五毒的心，这个非常维系的这个不可见的啊，从完全都是通达无碍的等流种子啊，这么自然当中啊，原来呢我要有细胞，我要有神经，我要有血液，我才能获得那么好。那相对我又要有它，但是我又不固执，所以我可以运动代谢就代谢掉了。所以一定要每个当下哎专注提起正念，哎专注提起正念，不要这样子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万卷大菩萨，哎人家跟你说不专注，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就单人讲话了。要不然你是这样子的话，是你的那个腹部鬼跟脚畜生嘛，对不对？那久的时候你这是不是很重呢啊？原来坐姿就是在告知我们提起正念啊。所以以上我们呢也将所有的清净功德回向哦，回向给大士合家、广清法师合家、圣女玉光合家，还有所有的从我们过去见分看到这个坟墓当中所执着的这个磷酸钙的危重者，还有自杀的，还有这个生病的，还有堕胎的啊，还有在医院啊死亡的，这些完全叫做阿弥陀佛。还有我们的圣教正皇啊夫妻完全都合家了哈，我们刚刚说的大师也是合家对不对？广清法师也是合家嘛对不对？啊，圣云跟光合家，还有正皇圣教，还有我们的父亲都是合家哈，还有圣三合家、静龙合家，还有我们的陈国义美圣男，还有白净宝宝合家，还有我们的静平合家啊，还有我们的所有的越南哈，我们跟静平相关的背后就完全回归净土啊，还有美玲，还有宝玉静宝宝合家，还有我们的静美合家，还有静慧合家，还有广纯法师合家，还有我们的广弘法师合家、广利法师合家、广华法师合家、广强法师合家，以及我们在线上当中看到所有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后山哈、后山这些这些慈善单位啊、还有那个常利法师这边慈善单位，还有生勇牧师哈。还有我们南屿的所有的合家哈，还有春琪跟阿顺哈合家，还有我们在周边当中的文南、一林、一红、景次合家哈，还有我们地藏王菩萨这些土地的万姓万灵合家啊，以及我们看到疏影合家啊，还有我们在所有尽心尽力的为。圆禅法师合家、哦、还有我们的这个医院、哦、这个所有的这次的这个毛巾的这些要做的合家哈、哦、生涯合家，还有我们周边所有尽心尽力的透过白净士、白净法、白净有明佛士、明凤佛士所有的万心万灵、哦、全部都回归净土，我们自真自诚之心将今日祝福呢从宇宙至今累世累劫的建分的妈妈、相分的妈妈、智正分的妈妈，还有呢政治正分的妈妈，也就是呢回归什么哪里西方极乐世界哈、哦。感恩，我们将今日所有的功德总回向，回向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生明了。五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阿弥陀佛。我们至真至诚之心，我们也将所有的战争、所有的灾难呢，我们全部呢都回归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以至真至诚之心回归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同声开口，叩，将所有的一切都完全交托阿弥陀佛，叩中。背后的万姓万灵及十方法界众生，
开悟成就正遍无上正等正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遇到善知识、会善知识及善知识于一处，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将常吉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并转换自身的神经、血液、细胞、染色体、DNA、RNA、基因、原子、原子核、质子、电子、中子、微中子、微子、量子、光子、超光子，乃至于星星之光的所有结构，转换成无量光、无量寿。感恩再感恩，无限的感恩。弟子是众愿持念，愿本身遂古在所不惜，法身遍满虚空，承担一切，祈愿成就大众。阿弥陀佛。我们也期盼白净是白净法，白净哦，也是代表明峰佛是有明佛是在此呢。白净法三宝弟子基金会的下来呢，可以帮助更多的众生啊、哦，因为过去人们认为障不可能只是直接单一的，都是内外障，我们真的做到了。再来人心呢都要分内跟外，就是说跟家人呢有时候都不那么亲哦，因为熟了之后态度因熟失礼哦，那对外面不认识的就那么好，其实我们在这边刚好都颠倒，我们都做到内外都以真正的亲近啊，这才是我们真正达到表里一致啊！我们以至真之诚，达到内外合一，大宇宙、小宇宙回到自身，五同声开口，皈依三宝，起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一尊；皈依僧众众尊，皈依佛离开地狱道，皈依法离开恶鬼道，皈依僧离开畜生旁生道。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僧净，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利益尊，皈依僧众众尊，皈依佛离开地狱道，皈依法离开恶鬼道，皈依僧离开畜生旁生道。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僧净，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利益尊，皈依僧众众尊，皈依佛离开地狱道，皈依法离开恶鬼道，皈依僧离开畜生旁生道。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僧净，一切皈依白净。我们至真至诚，将所有的一切呢，哈，那个彩凤音者哈，完全交托弥陀父。以上所有的祝福，全部都要回归净土。我们同声开口放光，圆满，请受。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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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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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感恩阿弥陀佛。